难吃哦。嗯。嗨 ，YouTube， 我是 Ice。今天呢，我想要来跟大家一起开箱。我先把它倒出来。这些都是就是抖音啊，网络上很红的大陆的零食，然后我先把它排好，分类好。OK， 都分类好了。镜头在那边，我一直看这边。好，我都分类好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直接开始吃吧。总共有一二三四十一样。我们先从这个好了，鱼豆腐，对，先喝个水，因为这周蛮咸的，然后消个毒。好 ，OK， 吃这个鱼豆腐，先开。我刚吃饱，所以应该不会吃很多。这跟我想的差不多，它就是很像鱼板，味道就是我喜欢是麻辣口味，然后它吃起来就真的是麻辣口味。这个不雷，也没有特别好吃，就是鱼豆腐。好，会不会太无聊？可是我都买了，就拍一下。再来是这个，我一开始以为它是小龙虾，结果它是，对，它是素的耶。它是用魔芋粉、芋头粉吗？还有一些，反正蛮多化学物质的。它长得就很像虾仁呢，这样子，有点像菊络的感觉。这没有很好吃，吃起来很像海蜇皮，然后你听，而且它越咬越有那种怪味，吃起来超像橡皮筋的。那个我建议大家不要买，不推，非常的不好吃。就再来试一样吃这个好了，也是同款的素虾仁，看看别的味道有没有比较好。这个是什么口味？刚那个是蒜蓉口味，会不会是因为蒜蓉所以比较臭？那这个是山椒，对，但我不觉得蒜，我平常是敢吃蒜的，可是那个真的很像橡皮筋。这样。难吃哦，真的不好吃。都有一股怪味。有看到这个不要买，真的很不好吃。来吃这个好了，这是素毛肚，是香辣口味。对，那真的很难吃。刚刚那个，好。就很像海蜇皮一样，好像是素的都是这种感觉，有点菊络海蜇皮的感觉。然后它没有像假虾仁这么肥厚，所以它那个化学味没有那么重，但是我也不会特别想吃它。刚刚那个毛肚还有另外一个口味，这个是酸辣的，看看酸辣的好不好吃。刚刚那个麻辣的、辛辣的还 OK， 就是有一点像你在吃那个麻辣火锅的感觉。我刚刚是不是可能吃那个辛辣的味道太重？这个吃起来没什么特别。就是没有特别，
也没有酸呐、啊。对，我蛮期待这个。这个是莲藕哦，口味是……哦，刚刚那个有点辣，口味没有写。哇，哦，有，这个是黑鸭味。给你们看一下包装，什么是黑鸭味？我们来吃看看。它是已经碎掉的莲藕，我以为是一整啊，我以为是一整片。我觉得吃播都会让你的环境都变脏脏的，嗯，到处都是零食乱喷，然后这东西就很油。哦、这还不错吃哎，就是因为它的酱就是比较重，可是它的莲藕吃起来又脆脆很清爽，就有综合的感觉，就可以买这个莲藕的。再来吃一样是莲藕的，这个是香卤味，有了。它有些是完整的，有些是碎的。哦，刚刚有点辣，甜甜的。这两个，一个是黑鸭跟香卤，个人比较喜欢香卤味，紫色比较好吃哎。如果不敢吃辣的，你就吃紫色这个香卤的，嗯，这个好了。噔噔，肉干，它是什么？辣味麦辣味鸡，是鸡吗？嗯，好硬哦。嗯，这是肉干吗？它吃起来很像狗饲料哎。嗯，好啦，我没有吃过狗饲料，可是很像狗饲料哎，因为它的肉哦，它完全不是肉，它是素的，它是用大豆、膳食纤维粉。跟小麦粉啊，难怪，因为他写简字我看不太懂，他写麦辣鸡汁味，所以他是小麦粉做的啦。我想的肉会变这么的烂烂。再来是这个，跟刚刚这个鱼豆腐很像，可是它是夹心豆卷，所以意思是它里面有夹东西吗？我们来吃看看。嗯，它好像那个火锅料那个竹轮，然后里面包是古怪的肉，就是化学肉，吃起来没有什么特别。这个可以不用买。大面筋是什么？我们来拆开看看。我以为它是一个一个包装的，结果它是这种整条的。我第一闻到。怎么那么像狗饲料味啊？嗯，这个就是粗的鱿鱼丝，它里面就拌那个甜甜香香辣辣，但是不会很辣的，这个蛮好吃的。缺点就是它没有那个夹链的，没办法保鲜。再来是这个牛奶条。我很期待这个、欸、不知道牛奶条是什么，它闻起来就是那个牛奶糖的味道。嗯，好软哦，它有点酸耶、欸、不是酸奶吗？这个还好，它不是我想要的那种牛奶口味，反正就是不推，完全就不是牛奶条，它是酸奶吧。酸，最后一个、水果坚果麦片，我是被它里面的那个酸奶块吸引到。我打开看看，像这种就有夹链袋，不是很方便吗？打开了，不过呢，很不幸的是我买错了，我原本要买的口味是里面有那个酸奶块的，结果还唯一就是有这种干燥水果。OK，
以上呢就是我的网红美食，然后我觉得最好吃的是大面筋，最雷的就是这种素的，什么素虾仁呐、素牛肚啊，真的很难吃，都先不要。以上呢就是我的不专业开箱，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帮助。喜欢的话呢，可以在下方帮我按个赞。那有什么呢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，然后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